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868页，868页，倒数第四行，末后这一句文看起，五福五智，一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辨证实谛。这几句话里头，讲到了五福，讲到了五智，后面还讲十波罗蜜。无智，我们学过四种，从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最后一条是法界体性智。这一句是一切智的本体，这智从哪里来的？智从这来的。这段文里面告诉我们，它是从第九十，再因为，为八十之总体，八十者，第九十之别作用也。至果位呀，转而为世间、出世间等一切法的性体智，故名。法界体性智。那么这句话我们就明白了，法界体性智是自性里头本具般若智慧的离体。通常最简单的呢，这个名词就叫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是觉，佛性就是觉悟的根本，是自性里面的本具的这个觉性，称为佛性，称为自性，称为法性。实际上是一个性，看从哪一个作用说，从一切智慧作用上说，这个作用从哪里来的？是佛性来的。一定要知道，佛性跟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自性里面包罗万象世尊给我们分了三大类智慧，智慧就是佛性，等等相好，等能从哪里来的？从自性里头来的，自性本具的。相好从哪里来的？相好是法性变现。要知道这三个性是一个性，从哪一方面来讲，给它另立个名字，一二三，三二一，决定不能分别，决定不能执着。换一句话说，这三个性，一个性得到了，统统得到了，一即十三，三即十一，
这智慧的来源。啊，转八十成四智，啊，最后这个智就是这个，就这个意思。那么他讲了第九十，佛学大字典有这个名相。啊，梵语称南摩罗什，又称为这个阿摩罗什，大概意思都差不多。啊，摩诃罗什、阿摩罗什，这都是梵语，从梵文音上翻译过来的。你看音很接近，这就是翻译不同。意悦，这个意是翻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清净时。慧能大师见到了，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啊，他能说出这句话，五祖就肯定他转八十成四智。啊，能转八十成四智，这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那是凭什么说他明心见性？就凭这个。又叫无垢识，垢是染污，所有一切染污，他全放下了。全都没有了。那我们常讲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染污自性，全放下了，那叫无垢识，又叫真如识。啊，只有它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为什么它是真的？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不长不短，不增不减，不依不异，这叫真如。那九识之中呢，它属于第九。啊，那么有很多祖师大德认为，只讲到八识就够了，不必再讲这个了。这就是八识的本体。啊，相宗有见地，啊，说得很清楚。既有人见地，啊，也算他是一颗。啊，金刚三昧经曰：“诸佛如来常以一觉而转诸识，如南无。”阿摩罗就是清净无垢，啊，常以一觉，一就觉了。这个字非常明显摆在眼前，二就不觉。我们今天有二三呢，这妄念太多啊，啊，一就觉了。有人问我，啊，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很多啊，方法非常多啊。十六观经里面，你看，十四门是观想。啊，里面只有一门是观相，那就不是观相，看佛相。啊，最后呢，第十六呢，是持名念佛。啊，总合起来的叫十六观，所以持名也是观。为什么祖师大德、诸佛如来特别提倡
心愿之名。啊，经上说的很详细。观呢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我们的心粗，境界太微细了，观想难成，你观不成呐。啊，落日悬鼓能观得什么？啊，看到黄昏的太阳，睁着眼睛看到太阳在眼前，闭着眼睛太阳也在眼前，这叫观尘。啊，观尘能往生，观不成不能往生。啊，观想阿弥陀佛。啊，睁着眼睛看到阿弥陀佛在面前，闭着眼睛阿弥陀佛也在面前，你试试看什么时候能观成。啊，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修观难，观成不容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把这个相去掉，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好不容易观成功啊，去掉也非常困难啊。哪有持名方便呢？啊，持名这句名号丢掉很容易啊。啊，那个阿弥陀佛相丢掉可不简单了。啊，就是落日悬鼓的相也不容易啊。啊，老师给我一分析，我就明白了。自信里头没有任何东西，一发不立了，连佛名号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想想，名号容易成就，名号把它舍掉也容易。啊，比那个相呀容易太多了。再说，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常讲，84000法门，净土也包括这几种，门门都要以经论呢做依据，啊，没有经教做依据的是魔术。啊，跟经教相应的，这是佛说。啊，经中的经教不多，无经一论，无论根据哪一种都能成就。啊，根据往生论修也能成就，不能离开经教，离开经教。佛说法49年，他为什么那么辛苦？啊，这一些论都是大菩萨，真正大成就者他们的学习报告，跟经典完全相应。啊，可以给我们做依靠的。啊，说有人根据经论修了多少年了，现在听说的时候这个有问题了，啊，又有什么大德了来教他的时候改变主意了，啊，这个总是信心不定，啊，学法呢带着怀疑，经不起考验。啊，如果我们依经教不能成就，佛要负责任啊。我们不依经教不能成就，佛不负责任。啊，是你自己改变主意。你自己不走正道就走邪道，那你自己的事情。
啊，这种人什么呢？善根少啊，没福德了。啊，外面境界风一吹，他就倒下去了。啊，这种人多。啊，我也碰到考验了。啊，你看过去那么多年，啊，大陆台湾反对夏莲居老居士的会籍本，啊，那对谁来的？还不是对我来的？逼着我放弃这个本子，啊，改修别的本子。啊，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能够听他的话。为什么？我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亲手传给我的，啊，是他在台中讲过一遍，啊，自己用毛笔写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这个经本给我的，老师亲手传的，啊，那我要是改变主意放弃这个本子了，底下一个罪名就来了，是真的，背师叛道，那我就要背这个名，罪名，这罪名是真的，背师叛道，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我知道厉害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一个人还是照干，我绝不会改变主意啊！我就是守定了这一部经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句名号，这一生当中无比殊胜成就的，我知道三个人。我对他们一点都不怀疑。啊，第一个，谭虚老法师所说的地贤老和尚这个徒弟郭路江，我一点不怀疑。啊，第二位，跟地贤法师也有关系。啊，早年东北哈尔滨极乐寺谭虚大师建的寺庙，建好之后请他的老师，就地贤老法师在那里传一次戒，啊，传戒当中有一个修无法师不认识字，啊，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啊，泥水匠的工人，以后出家了，就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一生在寺庙里头做苦工，啊，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都干，啊，干了一生。传戒的时候，他找到谭老，啊，他愿意在戒坛服务，啊，戒坛大概是两个月的样子。老和尚就问他：“你能做什么？”“愿意照顾病人。”“好。”啊，两个月期间传戒，难免有一些伤风感冒小病的，需要人照顾。啊，他发心这专门照顾啊，这生病啊，这也是个好事情啊。可是还没到开戒啊，还有几天，他来向老和尚告假。谭虚法师有修养，
来去自由，不勉强。啊，你有事情，你离开可以。定西法师当家师就没有那么好的修养，把他教训一顿。啊，你这个人没有长远心，发心到这儿来照顾病人，啊，才来了几天，你怎么就想走了？啊，这像个修行人吗？他告诉两位法师，他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哎呦，这下老者，你预知时至，是的，及时走，不出十天，这就很慎重了。他要往生了。啊，而且呢，要求要200斤劈柴给他火化。啊，这个寺院都给他准备好了。啊，到第二天呢，又来跟老和尚讲，老和尚，我明天就走。啊，匆匆忙忙大家给他准备。啊，到第二天又要求几个人帮他助念，当然助念的人很欢喜啊，可送你啊，看你怎么往生啊。啊，在庙后头有个小破房子里头，啊，临时给他搭了一个铺位，啊，他打坐坐在上面，啊，有几个人帮着他助念。助念的人要求他，法师啊，你今天往生啊，非常难得了。他说，过去往生的人啊，都留九首诗啊，留几个偈子、啊、给我们做纪念呢、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留手几个祭祖做纪念。修无法师说，我是泥水匠出身的，一生做苦工，不认识字，也不会作诗，也不会做祭祖。啊，不过我有一句话呢，哎，留给大家做个纪念，叫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大家听得很受用。念起生佛的真走路，这不是假的，就一句阿弥陀佛了，什么也不知道啊，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哎，念起生佛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跟佛走了，这就人就断气了。啊，40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隔壁将军乡的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这一桩事情，我在南部提起来，还有很多人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能错得了吗？啊，所以我受持这个汇集本，我学习黄念老的记注，我非常感恩他。我把他这个注解看作什么呢？他老人家一生的精品精华啊，收集这么多的参考资料，把参考资料里边最重要的东西啊抄出来，提供给我做学习的教材，我感恩呐、啊，这是真正的宝啊！你到哪里去找这么个人？啊，收集这么多的资料，啊，收集还不算，在里面再精挑细选，啊，对于这个经典里头的经文，能够有解释的通通都抄在经文之中，这哪里去了？末法时期大恩大德了啊！我学佛61年，讲经54年，给大家做个榜样，你们动摇我不动摇啊！我跟大家说了，80岁之后，这个心态不一样了，要念念的想着往生极乐世界。
我年轻的时候跟李炳老学经教，李炳老同时每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10年不间断。我听他讲《秋声赋》。老师告诉我，人生一生有四季，出生到20岁，这20年是人生的春季；20到40是人生的夏季；40到60是人生的秋季，秋天了。60岁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了，那后面没有了。也就是80岁之后啊，中国古人讲的“风烛残年”，就好像风中的蜡烛，不定什么时候就灭掉了。这个要警觉到啊。聪明的人应该在冬季开始就要做打算了，就要准备了，来世怎么办？什么时候开始准备？60岁，60岁就真正回头啊！60到80，这个20年好好的修持的话，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就叫修来生福啊。那我现在80又过6年了。我当然有这个进去。我也要做表法给大家做个榜样。所以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了。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黄念老的一部注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要在这上做合集现在我是想把经跟注解里头最精彩的东西，我把它抄出来。我现在在书上在画画红线将来抄出来这些精华大概还有2个星期这工作可以完成。完成之后我要找你们大家帮帮忙，把我的书东西全部请出去，不要了，我以后不看了我就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注解。人家供养我这些衣服东西，你们也给我收拾收拾。我想只保留2个箱子就够用了，其他的呢？其他的要搞一个房间，统统摆在那，借原品，大家到这来看，你们喜欢了，你们自己去拿。以后别人供养我的东西，大概。我看我不要收的话，我都送在戒缘品这个房间，大家来了随便拿。好啊，干干净利落，学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事出世间这些文字我都不看了，别人要我给他写字，我就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写了。一心专求净土啊！何应年这个《大经科注》讲一遍，或10年我就讲10遍，我永远讲这一样东西。讲的。遍遍不一样悟道法师在听我现在讲的
啊，前天打个电话告诉我在听，啊，听到知道我跟上一次大经研义讲的不一样，啊，我告诉他遍遍都不一样，啊，越讲越透啊，越讲越清楚啊，现在所讲的全部落实在生活当中，全都用上了。啊，我现在用大学里头的三纲八目，啊，我用这个东西做骨架，无量寿经里头所说的这经文跟脊柱，哪些是格物，属于格物的，哪些是致知的，哪些是诚意的，哪些是正心的，哪些是修身的，哪些是齐家的，哪些是治国平天下的，我来讲这些东西。这样讲大家，这个真管用啊，真是一本好书啊。啊，那这一部大经科注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大乘经的制药，像群书制药一样，制药有这一本就够了。啊，我们就决定往生，真正信解行通通住在大乘上。往生就是正果，这是究竟圆满的法轮呐，非常适合于现代。现代人工作繁忙，东西太多了，他没法子学，越简单越好。啊，这是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得度的第一大经，真实智慧。啊，我们有师承的，啊，夏莲老跟我有关系，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老师是没关系，啊，没关系，跟夏莲居士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参，最好的道友啊，汇集第六品，就是48愿，梅老参与了啊，第一品经3个人，夏老、梅老啊，还有一位慧明老法师，啊，慧老，啊，3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会这一品经第六品，啊，怕有差错，怕不完美。这一些大德通宗通教啊，邪密圆融啊，他们之后再找不到这样的人了。这佛菩萨来实现的，是来救度末法9000年众生。我们怎么可以忽视？啊，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孝顺的心，啊，恭敬的心，认真来学习，啊，不辜负这些大德
用毕生的精力完成这一步之遥。啊，这个经可以称之为大乘之遥，啊，净宗之遥。啊，阿摩罗什，我们要认识他。啊，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佛性、觉性。啊，这就是一句。转八识成四智。啊，如阿摩罗。复行第三卷三之一。阿摩罗九识，名清净识，啊，排列在第九，这第九识叫清净识。宗净录是我们净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100卷，在56卷里的书。阿摩罗凡无垢识，体非一义，名真如实。啊，这个体是本体，万法的本体，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不一。啊，一就是不一，啊，不能说。你说它一吗？个别各有体性。你说它是一吗？一切体性是一个体性。啊，这个东西呢，用佛经上的比喻好懂。佛经上比喻把自信比喻作大海。啊，大海是一。把一切法呢比如说水泡，啊，一切众生是海里都起了个水泡，啊，水泡的体呢当然是大海，是海水，但是水泡的体里头在它那个水泡范围，哎，这个水泡跟那个水泡不一样啊，不能说一样，啊，你从每一个水泡看就是各有各的，不一样。你细心去看，你看那个大海，它是一样。这就是体非一义。啊，可以说一，可以说不一。啊，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你才能把真相看到。啊，我们从各个人来说，每一个人的心体不一样啊。如果从自信清净心来说，那都是一样啊，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为什么变得个人不一样呢？个人迷悟浅深不一样，有的人悟得深，有的人悟得浅，啊，这个就不一样。有人烦恼轻，有人烦恼重，啊，这就好像是不一样，啊，但是你要知道，烦恼性空呢，那就完全一样，啊，烦恼是假的，现象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样一看，看到真正本体，那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叫真如实，就一家啊，这是古语的，以为阿赖耶之外别有此实，而建立第九识。那心一家呢，为此是阿赖耶是果上之名，转阿赖耶
成大圆镜智了，就叫他做按摩老师。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不别立此事啊。这就是古大德有两种看法啊，有人建立这个事啊，有些人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啊，这个我们认识他就行了啊。所以治国位而为事出世间等一切法体性智啊，体性里头有智慧，不是没有。我们完全是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这个智慧障碍了。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智慧就现前啊，所以故名法界体性智我们学了管用吗？那完全看自己，自己要有一定的警觉。我们这一生难得遇到大乘，大乘，大乘是真的，我们得干真的，不能干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假的。啊，假的里头有真的。真假混在一起啊，怎么干真的呢？我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干真的啊。假象可不可以用？可以，没妨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干什么都没障碍，你只要知道是假的，心里头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你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这话讲得很多啊，啊，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这个你所作所为全是六道凡夫啊。我不执着了就阿罗汉了，就升级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不分别，四生法界的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到一真法界了，十宝庄严土去了，不再十法界了啊！十法界是假的啊！佛菩萨他干真的，我们全搞假的，这真跟假你没有办法辨别啊，就在能不能放下了。放下不是事啊，事上没有障碍啊。啊，障碍是烦恼，烦恼不是真的，假的，烦恼性空，只要你放下，烦恼就没有了。啊，在哪里修啊？在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待人接物，这就叫道场。
这是真道场。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道场，啊，五十三参是什么？早晨起来眼睛就开了，到晚上睡觉之前，这一天你所看到的人事物就是华严境界，就是华严道场。这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出家在家全都是啊，华严怎么个修法？先受过思，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篇博士论文啊，完全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说宇宙人生真相。还原观前面三段总结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大的经典，它那么少的文字，就把它说是总结啊。后面三段怎么个修法啊？修法的基本不能离开德行。所以他讲四德啊，四德头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妙用叫我们改变生活的理念，我们要过佛菩萨的生活啊，佛菩萨的生活是随缘不变。不变是什么呢？随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妙用。啊，你用什么心生活？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觉而不迷的心，这过的是什么？菩萨的生活，佛的生活，提升了。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生最高享受人人都有啊，就是你自己不会，这平等的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个个都能够过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不是某些人专利，不是啊。啊，问题，你是要真正放下执着、分别、妄想，这个东西一放下，立刻就成佛了。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啊，就是一句话之下了，他把妄想分别之统统放下了，这一放下成佛了。凡夫成佛一念之间一般凡夫为什么放不下？习气太重，不了解事实真相，把样样都当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本子上前面念过啊，有一句话：不断之无。我们可以用这一句话做观想。无是空无，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这个无怎么样？它不断。无是无是所有一切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虚妄相它不断，它真的是无。啊，它一个接着一个，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啊，我们用电影，啊，老式的电影来做比喻，是最容易看到的。看到什么？不断住。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每一张幻灯片都是无。啊，你看前面一张灭了，后头一张又接着来了，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秒钟24张，让我们在荧幕看到，哎，好像真有那么回事情。啊，如果是一张，一点意义都没有。用24分之1秒放一张，你有没有看见？看见了，看见什么？不知道，只看到个光，一下就没有了，里面东西没看到，来不及看到，它就没有了。啊，24个这个图片纠缠在一起。一秒钟你看到了，哎，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看到了啊，那什么24个相续联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的境界相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六根的境界，眼对色，耳对声，啊，鼻对相，舌对味，身对除，意对智，这六根就是外头六尘境界，是什么现象？相思相续相，就是不断之物。这句话好啊，我们要看一切相是什么玩意，什么玩意呢？不断之物。真正看到不断之无，你对这个一切境界自然就不会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就是过的，真正诸佛如来最高的享受。啊，你把它看穿了，看破了。啊，虽然看穿看破，还是要非常认真努力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看阿弥陀佛了。啊，跟阿弥陀佛学习，我相信非常快速就成佛了。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啊，跟阿弥陀佛一起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众生，这叫真学会了。啊，这一句无佛无智，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接着呢，也表十波罗蜜啊，我们还看参考资料里的十波罗蜜啊，三藏法术出华严经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梵语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印度话，梵语华严到彼岸啊，翻成中国意思是到彼岸。那中国人不叫到彼岸，叫什么呢？也许你们还有没有这个术语，我不晓得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小时候，这个说句常常在留在口上，到家了啊，你炒菜炒得非常好，哎，功夫到家了。那无论干什么，干得很好的时候，人家说：“哎，到家了。”啊，写字写得不错，嗯，功夫到家了。到家就是波罗蜜多时，就到达彼岸了。啊，那么这个彼岸，此岸是生死，六道轮回；彼岸是不生不灭，就是。了生死出轮回啊，这叫大平安啊，比我们中国这个道家的意思深啊，浅说是一样的，深说就不一样了啊。说菩萨了，修这十种方法，教化度脱众生，超生死海。到涅槃啊，这十种法还得了吗？啊，下面挂壶给我们解释菩萨，说说也好，因为现在社会大众。对佛教误会的人太多了，啊，以为菩萨是神，以为佛教是宗教，以为是迷信，啊，这都是宣扬学习经教的人太少。没有让社会大众啊搞清楚、搞明白。菩萨梵语，具云菩提萨埵。啊，具是具足，就是他的全名。啊，菩萨是僧六，中国人喜欢僧六，不喜欢麻烦，越简单越好。啊，所以中国古时候文字要求的标准是四个字：简要详明。啊，要简单，还要详细，还要明白。啊，一篇文章能做到符合这四个标准，好文章。啊，言语也如是，言语也不要啰嗦，也不要麻烦。也要符合简要下面好言语。啊，印度人不怕麻烦。啊，所以他东西很是确实很啰嗦。啊，不断在重复。啊，可是重复有重复的好处。啊，叫你印象深刻。啊，对中下根性的人有很大的利益。简要详明，对上根人有好处，中下根人听不懂。啊，翻成中国意思叫觉有情，这是心意。玄奘大师以后都翻成觉有情。菩萨是有情众生，但是他觉悟了，他不迷。啊，菩萨是全悟了，情断干净了。啊，不是佛，佛有智没有情。啊，情通通变成智慧。啊，菩萨还有情。啊，还没有完全变成智慧，但是他觉，他不迷。啊，梵语涅槃，华严灭度。
啊，灭是灭烦恼，你看灭是灭见思，啊，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尘沙烦恼就是分别，无明烦恼就是妄想。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一般大乘经上讲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类三大类烦恼。那度呢，是度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那我们今天两种生死都有。啊，分段的是这一生，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叫一段，这叫分段。啊，变异呢是变化，我们一年一年不一样，一年比一年衰老，变化叫变异生死。啊，实际上变异生死每一秒钟都不一样。啊，你要不相信，你把它拍成老电影的底片，就能看得出来。啊，真的把我们的生活，啊，从早到晚这一天，拍成这个电影片，然后告诉你，你不生不灭。那你看电影就不生不灭，每一张都不生不灭，张张都不生不灭啊！只是它在相续，一个接着一个，它不停啊！所以相续相思想，张张不一样啊！什么生活，张张都生活。没有一张不是我。啊，我到底在哪里呢？到最后找不到。无论从理上从事上都找不到。所以然后才晓得我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我不可得了。24个不相应里头，头一个就是得。啊，第一个，就是根本的抽象概念，就是得。啊，这身不可得，心也不可得。啊，心就是什么念头，不可得，不可得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什么东西可得呢？菩提涅槃可得，真的。啊，真的就是发心了，就是自信了。啊，梵语说涅槃，这是真的。啊，慧能大师把见思尘沙无明放下了，他真的得到。真的就是他说的自信清净，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本自具足，自信本无动摇，自信能生万法，这真的，这他得到了。啊，慧能所得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有的，哪一天我们把这个能找到就成佛了，那功德就圆满了。所以这是一条真路，是一条正路，我们要走的，不应该迷恋在不可得当中。啊，不可得的以为他可得，这错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一个，不再迷恋身。啊，把身看作什么？看作衣服。这是我现在要用它，这个东西不是我啊，衣服脏了坏了也不会难过，
啊，换一件也很方便。啊，旧的丢掉了，不会痛心，不会难过。新的得来了，也不会欢喜。要把身看作是衣服一样。啊，别认为它是衣物。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想到金刚经，金刚经非常管用。我们用它来观想。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假象啊！我人、众生、寿者都在面前。我人代表万法，寿者代表世间。时间跟空间都不可得，啊，《金刚经》上举的比喻，如梦幻泡影，啊，梦，你说它是真还是假？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假的，完全当真；醒过来之后，知道是假的。假的从哪来？从心想生。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心想生的。有时候我做梦没想啊，没想怎么也有呢？想了，那个想很微细，你自己没觉察到。啊，自己觉察到了，天天想，想佛，梦到佛来了；想一个人，梦到人来了；想事，事的境界现前了。啊，你要没有想，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啊，大乘。确实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设法界一真庄严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刹土都给我们做说明啊，太难得了啊！啊，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个事情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谁？佛菩萨。父母比不上啊，父母恩德是一世啊，给我们的是生命啊，佛菩萨给我们是慧命啊，给我们是永恒的，给我们永远不变的。这个恩德多大？啊，怎样报恩？认真学习。佛菩萨希望我们快快成佛。我们今天真的念佛，真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修成佛道，这个人叫真报恩者。这个人叫真孝顺。这个人真诚心啊，因为他老实，他听话，他真干，他成就了。圆满成就了。啊，我们看这个释波罗蜜。释波罗蜜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能成就自己，成就别人，帮助自他了生死，证大般涅槃。啊，第一个，坦诺波罗蜜，这完全用梵语。啊，梵语坦诺，翻成中国意思叫布施。啊，运行普周，这叫布。浊集慧人，叫做施。这浊是什么呢？把自己东西分一部分给别人。这叫施啊，舍己为人，就这个意思。啊，经云：菩萨为令众生心满足，内外悉舍而无所住，不执着。啊，别人想要的，我得有的，都能够送给别人。啊，我出学佛。真是开始受张家大师的指导啊，大师就是教给我布施啊，我向他请教，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认识佛教啊，所以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契入啊菩萨境界？啊，他告诉我有，看得破，放得下。啊，我问他从哪里下手，不是。所以他就教我学布施啊，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有这三种啊。这三种你只要肯做，果报很快现前啊。财布施的得财富，法布施的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只要你肯做，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年轻时候听话了，确实老实听话，真敢做到了。啊，老师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干。那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啊，我们是个公务员的身份，啊，低级的公务员，啊，每个月的待遇不到200块钱台币。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啊，200块钱和美金这几块钱啊，那个时候美金兑换到40块啊，就是美金5块钱。啊，老师叫我们布施啊，我说太困难了。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可以，一毛钱没问题。啊，1块钱，1块钱也还可以。啊，老师告诉我，
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啊，因为懂得佛教了，所以就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是抄经，只有寺庙有经，外面买不到。啊，所以星期假日到寺庙去抄经去。啊，大藏经是不能外借的，在里面抄可以。啊，那寺庙里有印经，大家拿个单子，大家凑钱，啊，多少不拘，啊，一毛五毛也收，所以我们就参加了，啊，再个放生，放生也是拿单子，大家凑钱，啊，我在寺庙就参与这个工作了，啊，真的，越不是人。有感应，啊，收入就增加，啊，有额外的增加，啊，老师告诉我，越多越是，啊，告诉我财，古人称为通货，通就是要流通，财物都要流通，不流通就变成死水。啊，谁来了要让他流出去，那边又会进来。啊，你施的越多，进来就越多。啊，我们在60年当中，这个实验一点都不错，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不要把它留起来。啊，一定要想到有许多人呢。有缺乏的，我们要帮助他。啊，我们有多余，一定帮助有缺乏的。啊，常常存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啊，生活随缘，一点不要强求，你就自在了。有求就有苦。无求就快乐啊！啊，一生像佛菩萨一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你多自在，你的心是安定的。啊，定生智慧，生智慧展开经卷，你才能看得懂啊！啊，我们要相信。佛经遇神，要相信这句话，不敢轻视经典。一部经典，随着我们的年月，一遍一遍去学习，遍遍不一样。于是真的懂得了佛经遇神。啊，《无量寿经》。我学了十几遍了，讲啊，讲了十几遍了，遍遍不一样。这就证明了，我讲《华严经》，第二遍跟第一遍完全不一样。啊，把意味给讲出来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体会得越深，越有味道，你才能说得出来。摆在面前没有体会，只能讲文字，啊，讲不出味道出来。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损己利人是大福德了。
啊，现在的社会一般状况是什么？是自私利益，那个念头是损人利己，是这个念头啊。这种念头说是最没有福报的人啊，他干这种事情啊，好像得了很多名利啊，那个福报是他前世修的。啊，不是这一生用这种手段得来的，不是。啊，而且他命里是大富大贵，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已经打折扣了，叫折福。啊，命里面可以当个部长。用不正当手段去得来，求得的名利，啊，大概降级了，只能当个处长，差多远呢？命里有大富，啊，有亿万财富，因为不正当的手段，大概只能够得到个千万，你说损失多大？啊，能够损己利人，这是修大福报啊！啊，这一生当中不发，来世一定发。啊，可这是不是好事呢？不是好事。啊，大富大贵。要能保住不做缺德的事情啊，很难呐、啊！啊，大富大贵是帝王，我们去读历史，哪个帝王不造业？啊，多少帝王在无间地狱？这是事实。啊，当然也有例外的，例外那也是佛像完了，在中国帝王佛报最大的乾隆，真是如他自己所称的十全老人啊，寿命也长。啊，诸位看到唐太宗附体的光碟，他们说，乾隆现在在人间，是个平民百姓，在新疆。啊，这算不错了，帝王当中非常难得的了。啊，福报享尽了。啊，那最聪明的方法呢？最聪明的方法，把所有一切福报奉献给大家。我有福，大家分享。求生净土，去做佛去啊！这个路就正确了。啊，绝不求人天福报。啊，天上福报比人大得多，不求。为什么？有漏的。啊，这个有漏就是他没有办法脱离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大苦啊，不能干。啊，学佛一生靠佛。啊，张家大师教给我，
一生真正靠佛了，你的一生际遇全是佛给你安排的。我们随顺啊，顺境里面不起贪念，逆境里面不生嗔恚啊，这叫功夫，这真修行。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忍辱。啊，修定功，就修这个。啊，决定不能为境界所转。啊，你不转境，不能不随境界转，你就能转境界。这什么道理呢？经上常说，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那就是转境界。心行决定要善了，决定要放下了，放下名闻利养啊，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五欲六尘呢，这叫贪恼波罗蜜。啊，经上这两句话，这都是般若经上的话。菩萨为令众生心满足故，众生的心到什么时候才能满足？觉悟就满足了，迷惑颠倒，他永远未满足。啊，所以菩萨的布施，法布施为主啊！啊，财布施是引导啊！是戒引呐、啊，真正戒引。啊，他对你信任了，能够接受你了，这个时候就要帮他觉悟。啊，要帮助他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得失。啊，特别，哪是虚妄的，哪是真实的，这可重要啊！啊，这一生不是真实的，不重要。啊，来生比这一生更重要啊！一般世间人讲太深了，他不懂。啊，首先叫他认识，人确实有来生，有后世。啊，因果通三世啊。佛经上说得好啊，欲知前世因，说我过去生中造的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就是果嘛。欲知来世因果，我来世怎么样的？今生做这事，
我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这是在造因，来生果报就显现。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做的是好事啊，真正好事啊！啊，来生的果报一定殊胜。啊，黄念祖老居士跟他的学生说：“啊，讲净空法师。”啊，这一生所修的福报，如果他要不往生，来生的福报就不得了，不得了。他的学生告诉我，啊，老师对我这一些评语，我说我有警觉性的，我决定不享受人天福报。我要求生净土，啊，把所有的福德也回向，啊，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啊，一贪图福报就上大当了，很难回头啊！啊，我们再不能干糊涂事情了。啊，那么老师说了，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一生流浪啊，居无定所，啊，一直到去年85岁。啊，才有同修供养一个小院子。啊，我知道佛菩萨安排的。啊，要我不要再跑了，我可以定居了。啊，这个房子何泽林老居士的。也是我们老同参老朋友。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啊，那一次住的时间很长，住了4个月。啊，前面2个月在戒仙界讲常怀法师的图书馆，后2个月在南唐道，啊，香港道上讲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光明啊讲堂，啊，何老居士每一晚上都来听经。没有缺口啊，很难得了。那个时候他住在香港，到九龙来天津，要坐轮船过渡，那时候没有隧道啊，啊，要过渡。那我们这样认识的，啊，他一直就是念念不忘。他在铜锣湾有一层楼房，啊，希望我能到香港来住，在香港讲经，语言不成熟，我们也能来，
啊，他供养别人了。啊，前几年他往生了，啊，嘱咐他的夫人，把他住这个小院子供养我。啊，我看了非常满意。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注定了，佛菩萨安排的。啊，我哪里也不去了。啊，我准备将来就在这里往生。啊，何应年把这个经讲一遍。给后人做个榜样，给帮助后人对这部经典、这个法门坚定信心。啊，信心不动，就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如果你信心还不坚固，我们过去曾经讲过《观无量寿佛经》啊，你去找那个资料，好像有光碟，你去专听上品上生那一段经文。佛讲的太好了，释迦牟尼佛今天亲自来告诉你，我还有个法门比念佛更殊胜，我传给你。啊，信心坚定的人怎么说呢？啊，感谢释迦牟尼佛，上一次你教我这个念佛法门，我接受了，我不改变了，这就对了。不但释迦佛来了，哎，阿弥陀佛也来了，告诉你还有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殊胜，你也感谢阿弥陀佛，我就这老法门就行了，我不想再改变了，这才叫坚定的信心。这才叫真心啊！一听说有好法门呢，马上就改变了，三心二意，说明你信心不坚固，你不能往生。啊，上品上生长举的这个例子太好了，啊，一层一层的跟进。到最后始终不动摇，啊，这叫真心，这叫真愿，啊，这就显示出善根福德因缘无比的深厚啊！啊，要记住。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为什么？无量寿经上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阿弥陀第一了，阿弥陀亲自来。讲我还有个方法比持名念佛更好，都不接受啊，都不听的、啊、我还是信愿之名啊，这才叫真正的弥陀弟子啊，怎么可以三言两语就动摇了，这怎么会成功？
说你的那个信心啊，叫露水道心。啊，露水，太阳一出来了，没有了。啊，信心就完了。啊，欧耶大师告诉我，能不能完成，决定在幸运之有。啊，真信切愿，这就是往生的条件。弥陀来接引你。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没有说多少。啊，功夫深的什么？深的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说。与你的幸运行相应，这就是啊，如果你心里有怀疑，有忧郁，你纵然往生，品位不高啊，你的功夫浅呢 啊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农村寺院也会见到有一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你看他一天到晚就一句弥陀，除一句弥陀之外他不会说第二句话啊，他的心清净，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非常慈悲，满面笑容。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欢欢喜喜。啊，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答你。啊，这样的人，人家瞧不起。啊，称他为愚夫子、愚痴。啊，这样的人，你看在经上讲。暗合道妙，那么他将来往生上品上生的 啊九品他是最高的，为什么最高？我们经典上的标准，往生的标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全做到了。啊，他的品位跟上上根人一文千物，跟他们的品位是平等的，一个是完全明了，一个是不明了，不明了暗合啊，因为明了的人他也是心愿之明，丝毫怀疑没有，他们什么不知道，他也是丝毫怀疑的啊，他的信心绝对不会改变。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给你点头，都阿弥陀佛，如如不动啊。啊，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要恭敬呢，要礼拜呀，那是了不起的人呐，那真正弥陀弟子。啊，为我们现身说法。啊，道场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道场一定平安，少灾少难。为什么？这种人是真正有福德的人。啊，只要他在那里住，这地方就变成佛地。啊，决定不能轻慢。啊，对他们要礼敬，要尊重，啊，要关怀，要照顾，啊，要成就他，往生的时候，他先瑞相给大家看。
啊，那么学佛头一个就是学舍，没有别的，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就是看你能不能舍。啊，内外习舍而无所住，外是身外之物，统统放下，内是身体。啊，身体怎么放下？身体为大众服务，我们今天讲做义工。啊，对大家照顾的无微不至，让修行的人身心安稳。啊，把六合敬做出来，这叫真正护法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不护，这问题很严重。啊，不合适，不合适，破坏道场，那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这话没人讲，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合就是破合合身，破合合身的。啊，我看这个人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你在破坏我身段。啊，到将来果报现前，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啊，所以护法的标准就是六合敬了。啊，护法的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啊，护法的行为是身口意，身同住，红口无增，意同悦，这三个有没有做到？啊，这三个都属于自身的，后面是心外的，心外是利，利和同群。啊，它的根基，六合立足在哪里？立足的理是见惑同解。啊，立足的法就是见惑同修。啊，我们净宗所标榜的戒律就是五个科目，这就是我们的戒律。啊，第一个精液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度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十愿，这是我们的戒律。我们能把这五条做到了，真护法，这是阿弥陀佛的护法，是释迦如来的护法。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不相应，那就知道啊，没有护世尊的法，也没有护弥陀的法啊。然后你就细心去观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正护法的？有真正护法的佛法心，有一个道场都不得了啊！有一个道场，全世界人都沾光，都得福报，没有了。啊，我早年出家没几年，我一出家就讲经，
啊，应该讲经啊，有个五六年的时间，早年。啊，我的听众里头有个老居士，资格很老，印光法师的弟子，赵默林老居士，在佛教界里头也有一点名气，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李老师也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们都很熟悉。啊，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啊，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啊，在功德林，功德林，在这个台北火车站的旁边，有个素材馆。啊，我去了，到那里见面的，客人只有我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啊，叫了两个菜。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还没神通啊。他说：“我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很久了，没办法解决，我要跟你说说。”我什么事情？他就讲到，造作无逆受，经上讲的必定堕无间地狱。现在这个社会，无逆受里头有一条叫破和合僧。啊，这一条是堕无间地狱的。这我看现在造的人很多，这怎么办呢？哦，我是这桩事情，没事没事，咱们好好的来吃，品尝品尝你的菜色。这怎么没事呢？哎呀，我就问他一句：你在哪个地方看到一个活火僧团？我这一问呢，他又回想笑起来了。没有一个活合僧团了，那破活合僧团才是无间罪。现在没有活合僧团，所以这个罪名不成立。如果真有个活合僧团，你要是破坏他，那真不得了。现在没有啊，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都吵架了。都闹意见的，哪来的和尚的？啊，我就跟他讲啊，我没见到过。他想想有道理。啊，我们提倡六合敬是正确的。啊，六合敬。有没有出现呢？没有。啊，可不可能出现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教没有研究啊，他怎么会有六合敬？啊，必须对教理完全通达了，他肯才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放下，才能组成六合敬的僧团。只要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五欲七尘，六合敬没指望。他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都活不能够活，他能跟谁活？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你细心观察，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夫妻不和，啊，夫妻还有私财，
还有隐私权，你看看这怎么活得来呢？那还有隐私，这就不能活了吗？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活活有名无实啊！我们今天首先，我要跟自己活，所以道场越小越好，人越少，慢慢能做到活活就不得了。活活僧团，经上告诉我们，最少四个人，四个人住在一起能够修六合敬，这就是活活僧团。人多了难呐，越多越难呐。每一个人之间不一样啊，所以你就晓得不容易。但是谈到持戒、忍辱，这个三条能做到。活活僧团可能出现，这三条做不到所以有活活僧团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加入活活僧团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不修六合敬呢，也是障碍极乐往生极乐世界。